他们躲到石头后面哦，后面还有两只，等一下啊、哦！被击倒！哎、欸，队友倒一了，哎、欸，我两个队友倒了，等一下，我帮忙一下。OK， 还有一只，中一发，应该差不多中两发会死啊，死了，倒地哦，他们全部变小香肠了。我队友两没有装到红点啊，装了这个背筋打近战很难秒。OK 啦，总算解决了，继续拉。哇，炫耀说完了呢，人到底在哪里啊？哇塞，没有看到人欸，他是在外面吃毒是不是？可以吃这么久啊？我们这么大一个范围都看过了，没有人欸，真的没有人欸。完蛋！哎呦，完蛋！倒。欢迎收看手机游戏，我们的香肠派对。我是尼亚斯，今天玩的是香肠派对的快速派对啊，就是有点像 Free Fire 的即时模式 2.0 的概念，然后它圈蛮小的、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一次我是在 DC 上面，我的 DC 群组哦，找观众一起组队哦，就随机找这样。然后我们就开始，那我们就开场直接跳伞啦、啊，因为这个模式其实圈你看就这么小，所以我开场都通常都是直接跳，这样子会比较有力哦。然后我们就跳一个房子不要太多又不要太少的地方，刚好这个区域刚好三个区域都有房子。我先跳那个，我想要跳那个工厂厂房啦，还是我跳这个好了。哦，这边有一个那个、欸、NK 的这一把，我觉得伤害不错，有点像连狙的感觉吗？有点像连射步枪啊，伤害不错，而且它会亮亮的，好像 Groza 跟这一把还有 AUG 好像都会亮亮，是等于说空投枪的概念啊。哇，这边好多平底锅两个，然后现在是一级头盔哦。那我记得有观众跟我讲说头盔可以按不显示哦，我有空再来设定，我先捡一个垂直握把。我觉得它这个香肠派对它的枪支的那些设定有点像 PUBG， 因为我记得 PUBG 也有垂直握把。然后像 Free Fire 它就没有分什么握把，有没有？就只是一级握把、二级握把、三级握把，它不会分什么垂直握把或者什么什么好几种握把这样。哦，前面好像两只，我看到了，应该比较难秒啊，因为我现在没背镜。哎，左后方好像有人，哎呦，他有点炮。好 ，OK， 解决。看他有什么，我现在都没有一个可以自动连射的步枪啊，看一下。N16 哦 ，AU 那个乌兹啊，算我捡 N16 好了。N16 是可以三连发的射啦。那我先把一些9毫米丢掉。等一下 ，OK， 好，看一下，换一下位置啊。队友好像打敌人，前面好像有，哎、欸，在哪里啊？有人飞在空中是不是？下来。等一下、啊，这个 N16 连射真的很难用。兄弟啊，你有没有什么武器是可以连射的、啊？看一下，哎、欸、，VSS UZI 有没有别的枪啊？我想要来一个 N416 或者是 AK 之类的枪啊。不然我现在这两把都比较适合打远 SLR， 先不吧。这个平底锅，有人按赞了、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观众追踪的来按赞，前面有一只。OK， 我来看一下他们 N416。哎、欸，没有 UMP9， 不过有个补啦。哎、欸，算了，继续走吧。调一下东西哦、喔。所以我现在是还在圈内啦。哦，这边有一把 N416， 要不要捡一下？哦，嘘，我要一把枪打近，一把枪打远啊 ，NK 打远 ，NC6 打近啊。OK， 不过当然是希望可以捡到 AK 系列的枪，射速伤害比较高一点 ，NC6 伤害比较低一点点，但比较稳啊。我们先跟队友会合。哦，队友标记目标点，同意。那边是有人是不是？还是他要跑去那边？不知道，我哎。剩下的敌人在哪里咧？目前都没有看到人哦。
我们现在好像在到处四处乱晃。我想去偏圈中间啊，那个山上，可是我不确定有没有人，希望是没有人。如果有人会有点麻烦。我先看一下这一圈哦。哎呦，好像是说这附近哦。跟着尼亚斯走，跟尼亚斯走。对，我说跟着尼亚斯走，跟尼亚斯走。不用啦，不一定啦。我哎、欸，有两只，等一下我试试看。哇，我有点泡，只打中一发，超泡。等一下我装个子弹。他们躲到石头后面，哦，后面还有两只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哎、欸，队友倒一了。哎、欸，我两个队友倒了，等一下。我帮忙一下 ，OK OK， 还有一只，中一发，应该差不多中两发会死啊，死了，倒地哦，他们全部变小香肠，我队友两个倒嘛，我去救一下，来，赶快公主抱回来，快抱下面一点，再来救，有个掩体哦，救一下，他救援很好笑，很像在加油那个小香肠，希望他们赶快长大的感觉，很可爱，有长大了，好，我们下去要推进哦，因为。他们楼下应该已经在复活了、哦，看这一只可不可以打，中一发他没有死，可能要被救起来了。我先赶快跑下去好了。队友好像打掉一只了，对方架了一个那个挡板。哎呦，挡板后队友把他打死了，是哦，那应该有一只或两只啊，这一只先把他打掉，那应该只剩最后一只了。应该是在石头后面，看到了。有，我直接跳下去射他看看。发现敌人。啊，等一下，我 C6 没有装到红点啊，装了这个费劲打近战很能瞄。OK 啦，总算解决了。啊，救一下队友。接下来只剩一个敌人了，不知道敌人在哪里。等一下来看一下，顺便捡个包好了。还有什么？有一些子弹费劲，通通给他捡起来啊、哦。顺便拉一下饮料，背镜装一下。这有标记目标点，是敌人在那附近吗？嗯，没看到啊。是躲在哪里啊？树后吗？还是圈外？嗯，没有看到人欸。我真没有看到人欸，也没有脚步声，没有那个飞行器的声音啊。他人去哪里啊？嗯，前面乱打一下。应该也不可能归在草丛，因为草丛蛮好发现的，这草丛蛮稀疏的，要看到敌人应该是蛮简单的啊。对啊，树后都没有人啊。嗯，这下面也不可能躲人啦、啊，除非他在毒圈外吃毒。然后这边，感觉这楼下应该也不会有人、啊。山上的树都检查过，应该不会。那我们这下面的树后，我这样看，照理来讲，应该早就会应该要看到他的身体了，也没看到。然后队友在干嘛？他在射哪里？对啊，你看我绕这一整圈。上半部都没有人，下半部我觉得不会有人啊。草丛里面会有人吗？没有啊，对啊，没有啊。他这边石头这边，我捡一下东西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捡。拉一下 ，OK。先拉个那个止痛药，圈要来了，还是没有看到敌人，空中也没有敌人啊。继续拉，哇，圈要说完了呢，人到底在哪里啊？哇塞，没有看到人哎、欸，他是在外面吃毒是不是？可以吃这么久啊？我们这么大一个范围都看过了，没有人哎、欸，真的没有人哎、欸！完蛋！哎呦，完蛋！倒了，怎么办？哎，他死掉了，他毒死了。哎，他怎么可以扛那么久啊？也扛太久了吧？哎，有点夸张，有点厉害。然后最后好像队友放了一个那个什么胶囊，可以飞到天空的，结果直接变小香肠。到吃鸡啊！我们这场胜利了啊！这个快速派对直接冠军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场的击杀啊，也还算可以。好嘞，这个下次有空再来玩哦。我觉得这个模式很快啊，还不错，可以练习。
好啦，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留下喜欢、订阅、加朋友分享、铃铛开启通知。然后平日晚上六点发片，假日是早上九点，有兴趣的准时收看我的影片哦。那对了，记得如果你想要下载香肠派对的话，我的影片说明栏里面会有那个载点，有兴趣记得点一下，就你点影片的标题就可以看到我的那个香肠派对的载点，记得可以从那边下载。对，你就不用去 Google Play 商店或 APP 搜寻找到了，就比较麻烦一点。